猪油渣来的，这个是干炸脆皮五花肉，我现在手里拿的是100克装的啊，有500克的，有100克的，我吃这个是100克装的啊，你们要拍就拍500克，500克还是比较合适的。干炸脆皮五花肉，哇，啊，太香了，啥口味？原味、香辣，还有椒盐的，我吃这个是原味的。哇，这玩意儿太香了，哎，我头一回吃，都给我惊艳了。大葱脆。